生活里别比较，就是您是一个活得归根结底还是幸福的一个，你们就好好的这样过下去。接下来一起激情六十秒。咱们两个风风雨雨也将近三十年了，在这个家庭里边吧，你付出了比我多得多，这点我确实心存感激啊。以后啊，我通过这个老师们的这个点评啊，我以后注意你的感受，多陪陪你，多加爱护和这个关心吧。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这个替你多分担点家务，使你更加满意。你能做到吗？我可以做到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做不到，我觉得这人的本性是难移的，我也值得怀疑。哎，我再考虑考虑啊。哎，确实如您所说，特别厉害。人家归结老师一句话，用了一个词全概括了。感受，我要多注意你的感受。您反正跟我们见到的大多数的妈都是一样的，你能做到吗？你能改吗？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二十多年的这个婚姻啊，这里面肯定，来来来，请关门，肯定有酸甜苦辣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这个婚姻当中的一点，一个小局部。接下来咱们看结果吧。来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和你的影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牵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，我就。大哥，你往后站一点。脑子里面当时下了四盘棋，离婚怎么离，不离怎么不离，出来收益什么样的，真有点担心。他是真担心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刚才是哪位老师说的要重新恋爱一下，是吧？您说的啊。那个也可以重新求婚一下吧，大哥，你想想看怎么求啊？我们见证属于这对26年婚龄的老夫老妻的浪漫时刻了吧？各位请见证。多挑剔啊！一看就是第一次给我戴戒指啊，他都不知道往哪。不是，我觉得啊，聪明的女人不能太那个了，人家给她戴戒指打人手，然后戴完戒指，您高兴吗？不知道往哪戴，第一次给。不是，她抱你的时候你高兴吗？高兴。你批评她干嘛？有人不知道怎么，你鼓励一下，你得鼓励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易贝诗陕西省的代理商，西安千百度化妆品公司总经理宋兰先生，来，有请。陕西呢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地方啊，我代表深圳易贝诗品牌和西安千百度化妆公司，在此祝福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您啊，来来，这给您啊。大哥加油，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请回。